这去驾校约完考了，上大姐这来走一头，她那离驾校不是太远，好，我过来看她又整回来一些好玩意儿，她在这摆着还没整完呢，她不知道上哪整些这大这个去，整了20颗回来，她跟我说一共就20颗，叫她一下全薅回来了。啊，这点玩意儿是点好玩意儿。一共就20根，这他一把薅回来了。抢的呀！哎呦，你行啊！给你们看看啊。这都好货买不着，年的年头，你看那路。你看，这个盒子多长？40、40、40公分。啊。从虚到虚基本上就接近40公分上。行，哇，这会儿是真正有点好玩意儿。他那不好的我没细看，这些是真正有点好玩意儿。不过这些疤有的带点疤。这个大姐说了，我过来的时候。他跟我说了，让我研究研究，给他弄出去的。这几颗是真不孬啊，就是顶上有的带点疤的，啊，带点疤，这别的没什么毛病，脖子纹、须，这个自己吃都合适。哇，啊，就都带点疤。这玩意儿得接近小30年了，好东西。要我没那魄力薅过来，主要是咱手里空啊。这颗就这点疤，头在这儿，须在这儿，基本上就是40多公分长。我这玩儿入玩儿，板正。在他这没别的好东西了，就今天进了这点玩意儿，再就是这些件往外发的件儿。我说过来跟他要点好喝的，不上火了吗？过来跟他要点这个蒲公英的根儿，泡点水喝喝去火。你看他抠搜的给我这一小把，是不是抠搜的啊？你见面就怪我，那可不，那你没好东西啊？你再没进别好玩意儿，蘑菇呗，蘑菇、桦树蓉。党参啥的，姑娘呢？姑娘，还有香菇。姑娘，要不你给我一个，我也回家泡个水喝喝呗。姑娘，你看我要我都一个一个的要一个姑娘回家泡水喝，啊，都不敢拿多了，是吧？这好吃的，这玩意儿是蓝莓干儿，我给你们撕开看看啊。我不撕开我吃不着啊，我这样撕开我还能尝尝，倒个干净地儿。看，蓝莓晒的干儿，我替你们尝尝了，还行，挺哏啾的，就一小包一小包的，不好拿，你像个犯人参似的。自个装一盒一盒自己装起来，你就不能好好摆着点儿？你看你拿着不当个玩意儿。不是，他这个我这不着急吗？着急打包发货吗？卖了一下，还真可以呀！这大姐一天卖老多东西。女子大个1.6米，1.5米，一天就是能卖东西，不服气不行啊！哎呀，拿着东西了，走了，回家。